时间吧。我最想问的是，大家吃饭了没有？什么时候吃掉？吃完的话，吃多了，练起瑜伽来可不舒服。嘿，大家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？就是那个，就是有新来的朋友，没怎么练过瑜伽的，正好是举个手让我看见，那么我就注意讲一点最基本的东西。看来大家都是有经验的了，那咱们就接着练，不多讲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做预备动作，热身一下啊。先拉一拉，把脚跟垫起来，慢慢的往前走，然后慢慢的往后退，这个你的拉伸的时候，你心里得想着，你越拉越高。越拉，你离那个天花板的距离就越短。好像我的那个镜头放的不太好，是吧？好了，对不起啊，再往前一点点。搞反了，还得往后一点。现在咱们来做一个，我叫做 "I love you"。这个呢，就是四个动作，但是它非常有用，不管你平时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，都可以做。而且做完了以后，你一下就血液循环，感觉的脑袋、脖子啊都放松。OK，下面我们开始做啊。I love you 就是英文的 "I love you"。这是大案，脑袋去看上面的手，你的去找你的肩胛骨，嘴巴尽可能的闭上，然后小哀。Now，然后右，这两个手组起来，就像右的动物。OK，就是你平时上坐久了，哪怕是看电视的中间。你都可以抽时间做一做，这样你一下子觉得就放松了。这个一天你可以做三四次没关系。OK，现在我们活动一下肩膀，让你的手和手臂呈90度，吸气，往后拉，拉的时候也许你的肩膀都会响。出，二。出三，出四，出五，出六，出七。出八，
初九，初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出，换另外一个手，你拉一拉，让他的手和你的臂成九十度，吸气，出，二，出，三。出四，出五，出六，出七，出八，出九，出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出 ，OK， 我们再转动一下肩膀啊，往前，一、二、三、二、二、三、三、二、三。四、二、三、五、二、三、六、二、三、七、二、三、八、二、三、九、二、三、十、二。三 ，OK， 现在已经感觉到比较热乎了，是吧？我们做一下脖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八，将两个手插在一起，按摩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OK， 再脖脑手从脖子的下面往上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二、二、三。四五三二三四五四二三四五五二三四五，换另外一个手，一二三四五二二三四五三二三四五四。二三四五，五二三四五，脑袋朝右，然后随着你的手的方向往左啊，它两个 against， 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 ，OK， 换另外一个方向，脑袋朝右，慢慢向左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用右手抱着脑袋往右，
OK， 用左手抱着脑袋往左。OK， 现在我们把脑袋抬起来，嘴巴张合十次。OK， 现在我们用我们的下巴去找锁骨。现在你收腹挺胸，然后脑袋往前，慢慢去找锁骨。OK， 然后我们用手拍一下后背。那我们进一步的血液循环啊，那个手拍的时候一定是窝着的啊，不要平平的拍，平平的拍后拍伤自己的。我们先甩下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， 拍十次算了。把手握起来，再拍十次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现在我们上半身已经很放松了啊。把脚抬起来，去靠近你的身体，这是太极里面，太极里面一定要练的一个功夫吧。这个呢，主要练我们的腿劲和平衡。那个，咱们腿要有力量，人才不会老。腿的肌肉非常重要。平时你们没事的时候，自己不影响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看电视，我就这样站着看。上班的时候，摸计算机也可以这样做。然后把脚伸出去，往上抬。再回来。眼睛看在一个点上 ，OK， 放下，放松一下，拍一拍，拍一拍，在这个脚，实际上辛苦的是那个站在地上的那个脚。OK， 我们换一条腿。尽可能去靠近你的身体，如果可以的话把脚绷直，如果你怕抽筋的话你可以放松的放着。因为我的预备动作可能会占很多时间，所以我现在呢尽可能的简练一点。预备动作一定要做，再把脚伸直，往上抬。再回来。OK， 放下，活动一下。往上踢一下，后面。OK， 下面我们做一个拍一拍，这个对大腿非常好，对膝盖非常好。就是两个脚是要站直的，左脚的脚跟落地，然后从上往下拍，来回三次。
你能拍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动作就是说，不是说让你一直拍到脚腕的地方。我不会去看数天内就会通过一个长沟孤儿的妙香。来，朋友，把你的麦关掉。然后换另外一个脚，就是两个脚一定要是直的，但是呢，你能拍到什么地步都行，最好能拍到脚腕，从上往下拍。动一下，活动一下。OK， 我们再来扭那个转一转腰，一、二、三，你要有腰间盘突出的话，这个动作就非常好。六、七、八，换另外一个方向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 ，OK， 压压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换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侧拉、侧压啊，侧压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吃力，但是尽可能的往下压，身子一直是照那个针对着前面的啊，你看往下压，把这个腿这里压一下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 ，OK， 我们现在全身都活动起来了啊！我们开始瑜伽的招式。脚现在把左脚朝向你的侧面，右脚朝向正前方。人身体你是向前面，针对着前面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扭腰，把腰扭进去，脸还是朝前面。两手拉平，吸气往前拿，两个手是平的，注意一下你自己的手，往前拿，然后出，慢慢的下去，你的手去端你的脚腕，或者是撑在垫子上，或者这样，然后眼睛看上面的手，现在你的两个手是在一条直线上，均呼吸。OK， 吸气，海底捞月，海底捞月，你的手指向天花板，均匀呼吸，你感觉到你的手越伸越长，越来越接近天花板。回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和你的呼吸慢慢的。车站等你，车在门口。那个叫 iPhone 的那位朋友，你的麦没有关起来。吸气，手握拳头，轻轻的放在左腿上，右手伸向天花板。随着你的呼吸，慢慢的往下压，指向侧面。你感觉到你的手越拉越长，
均呼吸，吸气，手握拳头，啊，吸气，用右手去抓你的左大腿，眼睛越过肩膀往后看，均呼吸。吸气，右手放在垫子上，左手打开，眼睛就看上面的手，均匀呼吸。吸气起来，出，右手放在左腿上，左手平行地面，眼睛就看左手。均匀呼吸，坚持一会，你会感觉到你一直在使着劲，用着力，然后慢慢就会出汗的。均匀呼吸。OK， 瑜伽是通过一种就是慢慢的力量，让你自己的身体发热出汗，然后活动起来。现在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向，右脚朝向侧面，左脚脚尖朝前面，人身体是朝前面的，然后扭臀，把臀部扭过去，你的脸还是朝着正前方，两手拉平，吸气往前拿，出，右手放在脚腕，左手指向天花板，眼睛就看左手，两个手在一条直线上，均呼吸，吸气，海底捞月，脚成弓箭步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最要注意的是，脚不能伸到太前面去了。如果你脚一下子伸到你的脚尖伸出去，那对你的膝盖就是有害的。我们这个动作，它的最佳呢是大腿平行地面，均匀呼吸，然后随着你的呼吸，你慢慢的往后压，拉伸你的这个方向。吸气，手握拳头，轻轻的放在大腿上，左手伸向天花板。然后均匀呼吸，随着你的呼吸，手慢慢的往下压，身子往下压，你的手指向你的侧面，感觉到越拉越长，吸气，让你的左手去抓右大腿，眼睛越过肩膀往后看，均匀呼吸。Okay， 吸气，左手撑在垫子上，出，右手打开，眼睛去看上面的手，均匀呼吸，吸气，慢慢的起来，
出左手放在右腿的一侧，右手平行地面，眼睛去看右手，均匀呼吸。那右手尽可能的和你的身子在一条直线上，注意均匀呼吸。OK， 身体转向正前方，两个手去抓你的脚腕，脑袋去找地面，均匀呼吸，让血液流向我们的脑部。把手撑在垫子上，慢慢往前移动，在半米的地方，胳膊肘下去，脑袋去找地面，臀部抬起来，让血液流向我们的脑部，减少我们的白头发，预防高血压。吸气，慢慢的起来，两个脚往内收，慢慢的靠近你的身体，蹲下去，鹰式，两个手手心向下，胳膊肘往外挤压，均匀呼吸。然后吸气，我们慢慢的站起来，一定要慢啊。搓一搓手，按摩一下你的脸部。搓一搓手，按摩一下腰部，你自己数一数，按30次。按完了以后，大家去喝一口水，休息1分钟。OK， 大家都回来了没有？现在我们来做 balance， 有3种选择。如果咱们身体不太好的，平衡不太好的，年纪比较大的，咱们可以把脚尖垫在垫子上就行了。如果还有的可以的话，就是放在你的小腿上，当然有的朋友喜欢放在膝盖上，我刚刚练瑜伽的时候也一直是放在膝盖上的，但是放在膝盖上不好，会影响我们的膝盖的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
把你的脚放在你的大腿的根部，放稳了以后，吸气，出，看在一个点上，你就不会摇晃。这个平衡，一个是你的腿的力量，一个是你脑子里面的平衡。我们再吸一口气，出，沿着你的鼻子慢慢的往上。你的手尽可能就靠近你的耳朵，或者放在耳朵的后面。如果你的手放在这个前面，那很容易，但是起不到更好的作用。你尽可能的往后，OK， 打开，吸气，把左脚放在右腿上，两个手手心向下转过去，坐下去，你感觉到自己就像到最后，你就感觉到自己就像坐在一条凳子上一样的舒畅。OK， 吸气，放下，活动一下。每次我们做完一个动作，都让我们的大腿放松一点，这样，这样下来，我们的腿就不会疼。到最后，OK， 我们换另外一个，换另外一个脚，还是三根选择，这样，这样，或者是放到你的大腿的根部。吸气，出，这个脚啊，你要放到大腿的根部，不只是你的平衡的问题，这个要锻炼一段时间，你的腿有力气了，你就可以了。OK， 再吸气，出，沿着你的鼻子，手沿着你的鼻子，慢慢的往上。然后吸气，飞起来，再吸，右脚放在左腿上，两个手手心向下转过去，蹬下去，非常好。我看到视频里的几位都做得非常好，而且平衡感觉到他们越来越好了。OK， 起来，放下，再拍一拍。今天我们的时间可以比上一次要掌握的好一点。OK， 蹲下来。咱们来一个少林功夫，一个手放在你的脚的中间，一个手放在脚的一侧，脚伸出去，左脚伸出去，可以是脚跟放在垫子上，也可以是整个脚放在垫子上。如果你的平衡掌握不了的话，你就把整个脚放在垫子上。如果你这样能够平衡的话，你就脚跟在垫子上，吸气，出，均匀呼吸，一定不要憋着气，
这个我们就是锻炼我们腿的这根筋，这根筋吧，如果是太紧了的话，我们很容易摔伤了的。OK， 换另外一个方向，那腿下面这根筋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腿的下面酸疼酸疼的？吸气，出。注意均匀呼吸，OK，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，你现在感觉这个脚往下压的时候酸疼酸疼，你要是今天做完了，明天节奏课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太疼了，你再天天节奏做的话你就不疼了。 OK，咱们斜躺着，每次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在那个海边的平台上做瑜伽，就这么斜躺着，哎呦，那个感觉非常好。我们就想象我们在海边吧。OK， 吸气，脚板朝天花板，出去接近另外一个脚，但是不要放下去，只是快接近就行了。再吸，出，三，出。四，出，五，出，六，出，七，出，八，出，练我们的腿的力量。九，出，练腹部的力量。十，另外一个手去抓你的脚，然后就是大家能做成这个样子就行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咱们做加强版，脚下去。然后起，然后两个脚 ，hot， 这个呢，练我们的腹部，练腿的力量，练膝盖。十，九，八。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。换另外一个方向。躺好了，你这样斜躺着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。然后我们吸气，脚板朝向天花板，出来的时候脚绷直出，然后靠近另外一个脚，二，出，三，出，四，出。五，
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，用另外一个手去抓你的脚，加枪吧，下去。起，两个脚 ，halt。这个吧，就是你可以，就是平时你也可以做这个动作，躺在床上也可以做，这个能够把我们这个腹部的肌肉练得更好，膝盖对膝关节也很好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 ，OK， 放下。我们下面做一下腹部运动。如果有朋友有例假的话，就不要做啊。躺下来，45度，然后60度。90度，再回到60，回到45，回到15，再回到45，然后一个脚下去，再上来，二，上，三，上，四，上，五，上，六，上，七，上。八，然后把两个手放在脑袋的后面，让你的手肘去找膝盖。一，上，用左脚的左手去找右膝盖。二，上，三，上，四，上，五，上，六，上，七，上，八。上，现在我们两个脚呈90度，脚呈90度，左手放在脑袋的后面，右手伸直，左手放在右手放在左腿的一侧，脑袋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快点啊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再来一个，加油了啊！两个脚90度，隔身体成90度，再去一、上、二、上、三、上、四、上、五。上，六，上，七，上，八，上，然后把两个手放在脑袋的后面，然后一，二，三，回到90度，二，二，三，三，二，三，快点啊，四，二，三，五，二。三，六，二，三，七，二，三，八，二，三 ，OK， 坐下来的那是英雄啊！抱着你的膝盖，在垫子上按摩一下腰部，做完肯定出汗了。冬天来了，我们做一点点带氧的激烈的。
滚坐起来。现在我们滚一滚，八次，不能太多啊。一，带着你的惯性。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OK， 咱们现在趴下 ，baby pose。现在两个脚尖靠拢，两个大腿打开，然后趴下去，很舒服吧 ？baby 最喜欢这个姿势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休整一下自己，均匀呼吸。如果可以的话。我们用我们的嘴巴和胸部去找地面，OK， 回到金光坐姿，这个有的朋友如果很少做这个动作，忽然之间做的话，他的脚腕的这个地方，这个筋一定会很疼。如果你做久了就好了。把两个手放在丹田，把我们的眼睛闭上，均匀呼吸，心想丹田，忘掉所有的烦恼。天教育我们的瑜伽，均匀呼吸，吸气，把眼睛睁开，两手拉平。左手在上，右手在手下，两手相扣在后面，两手相扣在后面，都有问题吗？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你就拿一个毛巾或者是什么东西，去把你下面这个，把下面的这个手往上提，这样往上提，慢慢你的手就上去了，这个动作。对我们的这个肩椎有很好的帮助。OK， 放下，吸气，两手拉平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两手先扣在后面。OK， 慢慢的放下，今天的时间非常好。OK， 我们坐下来，现在把右脚放在里面，左脚放在外面，这就是我们瑜伽的基本坐姿是吧？现在把你的左手，因为左脚在外面啊，左手放在左手放在胳膊肘放到左边，然后这个手下去，均匀呼吸，吸气起来，然后把左脚放在里面，右脚放到外面。然后右胳膊肘下去，左手转过去，OK。
我们再扭一扭，对我们这个叫肠胃有好处啊。现在把左脚放在右腿的一侧，让你的脚和你的右腿平行，然后左胳膊肘放在右膝盖上，右手撑在垫子上，然后伸直往右转，均呼吸，随着你的呼吸越转越多。OK， 回来，换另外一个方向，左脚放在右腿的一侧，让左脚平行你的右腿，右手放在左膝盖上，左手撑在垫子上，身子转向左后方，均呼吸。每呼吸一次，让你转得更多一点。OK， 非常好。现在我们把右脚放在，左脚放在右腿上，这个也叫做半莲花坐，是吧？然后吸气。出，让你心脯去贴左腿，吸气起来，然后把左腿放在下面，右腿放在左脚上。吸气，出，吸气起来。咱们再做一做我们的蝴蝶。蝴蝶式挥起来，我是每次一定要做这个动作，觉得特舒畅。然后我们也压一压我们的臀部，这就是按摩一下臀部。然后我们再用手按摩一下啊，等会我们要做。难度大一点的，这样先让他的筋不要绷得太紧的，绷得太紧了的话，我们做动作有可能会受伤。然后另外一个脚，捶一下这两边 ，OK。现在呢，你把你的脚呢稍微往前一点点，我们从简单的到难的啊，这样，然后用额头去到脚尖，两个手抱着脚尖，先吸一口气，出，用额头去到脚尖，吸气起来。这个一般大家伙应该都没什么问题，下面这一个呢可能会有点难度，大家把脚搬到靠近你的身体，更靠近你的身体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让我们的腹部去贴我们的脚，那个背要是挺直的啊，不要勾弯背。我自己不知道我的动作做不做的标准了哈。OK， 吸气，出，
吸气起来。做不了没关系啊，你这就能自己做到什么地步就是什么地步。要不不要把这个地方拉伸，这就是我刚才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准备活动，就是为这个动作。当然你做第一次的时候你做不下去，你现在咱们已经活动这么开了，再做一次可能一下子就做下去了啊。先要吸气，出气的时候它才能够使才能够真正放松，放松了以后才能够贴下去啊。先吸一口气，出，OK， 吸气起来，非常好。咱们用脚那个大脚趾头去亲一下咱们的鼻子，如果你能亲到鼻子的话，那么你就能够放到头顶上去。就是我老师说的啊，我是这么多年了，我也从来没放上去过啊。这个脚放在这个地方，我那个老师蹦一下就把另外一个脚玩到这个后背上去了，哎，做不到。OK， 我们大家现在先做一下倒立啊。做倒立的时候一定不要扭动你的脖子和脑袋，不要偏头。我去找音乐，把灯关的暗一点。一定要做一个大的休息。那冬天来了，大家做好穿上袜子，盖上衣服啊。瑜伽仰卧放松休息术，仰卧于地面，双脚微分，双手手心向上，手臂向两侧打开30度，身体呈一条直线，闭上眼睛，全身放松，注意感受自己的呼吸，让你的呼吸缓慢深长，从两脚开始，两脚的大脚趾正在放松，其余的脚趾头、脚背、脚底、脚跟、脚踝正在放松，两小腿胫骨、小腿肚子、两膝膝盖、膝盖窝放松，大腿前面肌肉、大腿后面肌肉、髋部、骨盆、臀部放松，把注意力放在背部、肾脏、下腰背、上背放松，腹部、腹内脏器官、胸腔、
裂谷，感觉到心脏正在放松。再把注意力放在肩膀、肩关节、上臂、掌部、前臂、手腕、手指头、手背、手心，放松。把注意力放在头部、头皮、后脑勺、额头、面部，放松。脖子，脖子的前侧、后侧、左侧、右侧，放松。现在感觉到全身，从脚趾头到头顶，感觉到从脊柱的底端到顶端，全都放得很松。那就活动活动一些手和脚，转顺时针方向三圈，逆时针方向三圈，把拳头握得紧紧的，然后放开，再握一次，放开，再来一次，放开，然后朝右躺，左手撑在垫子上坐起来。这个大家可以做练一练酸莲花，当然你做不了你就做单莲花，再做不了就做瑜伽的基本姿势。 OK， 我们收工，吸气，出，吸，呼，再吸，出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